当一个临界点，都不会再让我进。我说卡什卡好，你还是唱的。老黄说好，你转过来就好，转过来就打。你卡这边卡不进来。当然小心啊，那你要想你转过来的时候，这个转过来，再过来右腿，这样压再转过来，顶过来。所以为什么我不累？你们都死在那个点，好的，我一个大女知识，看看啊，安静的，到哪里？不是他特别聪明，他已经知道躲在那个方法不行了，然后书法引领我。Thank you.